即马来看迄个两三百八十字啊，伊即马内底是个解说，即句如来清净禅安尼，好、哦。但是伊因的发花大乘，甲内底有一句法华经法殊品内底讲如来作者，吼、哦，伊即句是讲如来清净作啦，吼、哦。如来清净，讲如来作者是一切法空哦，一切法是空。那么这句话，我确定啊，他利用客户的那张单，他来解说这句话。哈、哦，那么一切的发花大乘，这个就应该是自该本的款。哈、哦，伊讲法空即佛，自证顶顶妙法。啊、哦，法空啦。其实是叫做诸法本空安尼，这个诸法本空，一切法的空义是佛陀自性，迄、那个平等妙义，也是讲平等妙法，就是讲众生皆有如来地位德相，平等平等无差别。好、哦，这些说明安尼哈。但是这个实相真空是应该是叫做离一切相，哈、哦，因为离一切相呢。即得一切法安尼。今日如果众生入一切相，当然你未当了解一切相的本相是空理，一切相的本相的总相是空，咱都无了解这个。所以今日在讲，离一切相即得一切法咯。啊，你若是入一切相，那么你无可能得到迄个诸相的总相空相。哈、哦，诸相就是讲一切法，一切法有别相。譬如讲佛法内底有八万四千法，迄、那个有别法。啊，世间的这个物件吼，这个我那叫做一切法一切相，这个的相含这个相无共相，哈、哦。这个用和这个用不同，所以这个别相别用。不过这些东西，世间的一切一切就说定是别相。这个都要别相，这个都要那叫做别法。因为一切法就是一切相。那么有这个叫做别相别法，不过有一个空相，有一个总相，讲一切法。是空相是无唔对，唔过有一个总相，哈、哦，诸法缘起，也基本是空相，迄、那个空相叫做总相，安了解吼？安敢听有？所以人有无共，唔过人有一个，有一个发心，迄、那个发心叫做总相，迄、那个发心也叫做空相安尼，哈、哦。所以現在這句話，離一切相，賣入一切相，一切相就是別相，無共相。譬如說色，但這個色，這裡叫做色，它有，這個是黑豆紅吧，半紫色，這個是白合，這個是紅，這個叫做色，裡面有別相。但是伊这个玫瑰和百合无共相，这个叫做别相安尼。哈、哦，这个也做正常人家讲的，我袂记这个。加上恁人家讲过哈，阳气哈，阳气对哈，对阳气的血，甲这个的血，这个叫做别相无共。但是真内底拢总是叫做阴气空相。空相就是万法的总相安尼，吼、哦，但是咱卖直接，这个无路用，因为这个是叫做性别相安尼。但是咱要爱彻底体会，就是迄个不性别的迄、那个物件，吼、哦。所以现在就讲，你那离一切相，这离、個、一切相，卖入一切相，安尼你才会当得到一切法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教做如来做者，这个要教咱迄个坐的如来坐哦，非是小乘人的空坐安尼。小乘就是二乘，
二生伊个打坐，不是二生迄款节。吼、哦，即嘛即啥？因为二生迄款个节是不达法空。那么即个非二生个空则不达法空，那么安怎会开当达到法空？那么用迄张补偿教材会讲着，吼、哦。所以金基作佛应作法空，即作安尼。既然要做佛啦吼，应该坐迄个法空座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说一切诸佛观世之法，但是今仔日要成佛，坐是坐迄个法空之座，但是要讲，就讲一切诸佛观教甲实教。这个观教是甚物？就是方便说。实教就是无生法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无讲哦。就是你本身，迄、那个方便说，就是要领导众生入实法，但是一定要契机，搁再契力。佛陀安怎讲，咱就安尼讲，卖家己生根种子，但是你本身生根种子，有哪有水准？唔通我别来，因为佛陀为什么会讲五性？为什么讲三性？为什么讲一大性？这个就是以众生的这个心境的观说安尼，但是今仔日要说法的人，一定有那爱捌这道理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叫做佛的观说。但是实说是甚物话？就是实法，就是迄个无生法。但无生法，你今仔要甲众生讲，就袂讲一点点，袂讲一，但是讲迄个会讲一个，你尽量迄个可道的法。甲伊讲，迄无生法是安怎样？达到究竟，你下当讲就讲安尼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呢，思无无二无三，就是要让伊体会佛法本来无二生，也无三生。一定要甲讲到这个哦。迄、那个二生甲三生是观说，所以唯一佛性安尼。但是当然，你若是要读过《法华经》，可能较唔知这个道理。你若是读过《法华经》，你就知道。佛为说一生安尼尔，吼、哦，所以我即摆白甲恁讲，恁可能无要接受，安怎无要接受？我爱恁，请法华经的录音带来去听，恁可能无要接受，因为我知影并无人请，吼、哦，恁家己无介重视法，因为今仔日若除了直接讲六祖坛经以外，应该其他大乘起信论，啊，加迄、那个。为末结经则是无讲，一定有爱来补充。啊，迄、那个个妙法莲华经，恁来来补充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甚至即马伫新地界讲万觉经，嘿，在经典当中大成，应该恁爱找时间来去补充。但即个我不断的呼唤，恁无啥重视。当然我唔知道恁即时个创啥，我唔知啊。白天在干什么？计无用啥物？我不了解，我是个无用佛法的深入，我较有可能说法。但是恁今仔日应该讲，我将来要准备要说法，甲要实修，应该相关的这个大乘，应该你爱多来去处理。哈、哦，现在卖注意哈，事实佛讲的这个观世之法呢，就是要让众生悟。但事实，这个观世之法是无二法，这是不得已啊，这个叫做方便说，要让众生证一切诸佛的实地之德啊。哦，令人入一相一味，一相一味就是一性，一性就是叫讲大性啊。要让咱入，哦，所谓唯有一性啊。所以今仔日这个《法华经》，我前几都有讲过啊。有成就阿罗汉道，甲成就辟支佛道，伊若无要认同大乘的做教化菩萨的话，佛道就无甲认定，迄个是阿罗汉道，迄个是辟支佛道。就是伊有发大心，将来要做教化菩萨，安尼佛道较要甲认同，伊真现实的水准就是罗汉道，啊若无得辟支佛道，因为这个是观说，吼、哦，迄个唔是重点，安怎样吼？所以上接的上就是终归有空，哦，法空安心的意思。因为法空安心的心安，才会当见法空。
因为心若不是妄想心的话，那么可能袂当达到发空，哈、哦。但是开悟自性，有那无所谓得甲不得的问题，因为诸法本空，并无什么得。但是无诸法中，才会当得到最自在，安尼名甲叫做做安尼稳定的意思，唔是去你的心稳定自在，安尼叫做做，唔是讲你人坐伫遐坐甲无叮当。吼、哦，这个像佛祖，啊，这个像菩萨安尼，唔是安尼，唔是迄个心相，吼、哦，会去怎啊？是心得着主宰。那么这处作者将这说声不见一法可算。虽然伊每一天拢有去讲到这个生灭，也是讲这个解脱，不过呢，伊并无讲无法可算。所以佛陀灭涅槃的时阵，文殊师利菩萨讲，叫伊搁再留落来，搁再继续讲经。伊就讲，我一世人也无讲到半二字，哈、哦。诸位，你敢知？实在是无说。但是要甲讲，诸位讲无说，可能你未接受。其实，诸法的发心法是不能说，未讲尽。想看卖啊？所以佛陀讲无说了。文字语言有，迄、那个唔是法，迄、那个叫做方便说。但是真正如来见教，迄、那个袂讲者，所以佛陀讲，我一世人也无讲到半句字，也无讲到一法。哦，即嘛一阶段解释安尼，因为遮个内容有牵连着吼，有牵连着一个讲不出来，啊讲不出来，因为以前内底讲一关。就是讲，迄个小乘人的空座哈，加坐如来座，唔是小乘人迄个坐，啊、哦。后来无这段究竟无前讲者，再来补充。安尼加多过一段落，好、哦、来，这个先看一下。顿悟入道要闻论有讲安尼，修道者以何为正？但毕竟正为正安尼，是要正什么？往什么叫做净安尼？哦，因为这个净呢，在这个佛经内底不时的看到，啊，它只是五字。因为五甲净吼，应该有一点啊差别。因为五有占处，但是净是究竟。哦，这个应该是安，也是安尼讲啦。但是讲，伊什么叫讲？温和是毕竟净安尼。这个究竟的净应该是迄个无上正点觉，迄、那个较究竟净。但是伊回答是讲安尼，无净无无净，吼、哦，是名毕竟净安尼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无净无无净吼，咱谈到有讲一句啥呢？讲一句迄个个，迄、那个个无净无无净，就是含一句。无种而种，迄句话，所以别讲我正心，我开悟什么？因为这个佛尊并无讲伊正，但是因为这句正讲哦，伊就是给引导众生行这条路。哦，因为你回归本来嘛，所以无所谓正甲不正。所以即马甲讲安尼哈，温和是无正，温和是无无正。哦，伊个答。现在来下面再按呢来看，就较知影哈。无外不染色声香味触等，吼、哦，无内不起妄念心，得如是者，即为正安尼。哦，即嘛，即个方撇诶，即、这个顿悟就到要不论基本，伊就讲安尼。即、这个叫做大智慧海诶。伊讲你今仔日咯，今仔日咱众生有去学佛的人。那是对我心向我的中间，你未受到五尘影响，无你念就对，无因为五尘境现前，你去修安尼。有时阵听到看到声去想，有时听到音声去想，有时闻到味去想，有时食到味也去想，有时心想也去想安尼。好、哦，伊讲你不修。不修，但是内无起妄想心，安尼叫做净安。就是有开悟的人，自然会安尼。啊，但是即马也是记住咯，今仔日咱还袂开悟，你有那唔好对外尘修安尼。
你若是无对外进修，渐渐体会，渐渐变化你的心地，真正到有一天不念外性，内不妄心。应该这句话就讲：内起妄心，内若起妄心，就念外性。但是你内那会当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视而不知其面，那怎讲？阿就这样，就安尼。安尼可能你就未受到五尘影响，心思动念。啊，你若是如果注重食啦，注重穿啦，注重骑啊，注重赛车啊，含凡夫俗子的心完全相像的话啦，安尼这个叫做念外性。要注意这点哦。所以我这么讲安尼吼，尽量少吼。无唔对啦，你讲我都有迄个钱，我跟你讲真的爱少吼，吼。卖讲啊！我都会当徛咧厝，我都尽量徛。有那真正少，有时阵厝东起到真东方起来吼，嘛无虾米作用呢。吼、哦，无唔对啦。伫世间内底是安尼较好看，这是对。不过学佛的人吼，应该从今起，小可变化心的希望安尼，小可变一个，变一个心的希望。吼、哦，因为修行的人有时阵是简单俩。吼、哦，这么注意一下哈。修行的人简单，这么重要就讲，卖内底想过装潢，哦，这点大家佛事有哪卖想装潢，佛事那壁，迄个性，安尼何伊较袂退性，哦，啊是讲这个物件，因佛事要庄严，他因这个个性上来想，咱这嘛无甚物庄严，我讲一句实在，有哪壁悠悠的念嘛吼，哈、哦，壁悠悠的，啊是讲哦。大殿内，这应该袂使抗议啊！不过无法度，咱这做大楼袂当啊，无应该安尼就无庄严啊。佛事是保持好庄严，互信众欢喜来吃。吼、哦，啊，当然，即摆咱过去了，阿袂合分。哦，咱的厝下啊，我都有一点仔钱，小可甲装潢。这个有那是必定会安尼。但是从今起，咱即摆讲，咱已经够去合分啦。知影讲，这个对念识的中间吼，卖、哦、有各种的念思安尼，这点吼、哦，咱较会当万年放下。这点注意一下，啊，那么用这个浪费的这个钱哈，咱小可来净化安尼，吼，这点是较重点嘛。因为未来菩萨道哈，你要结无量缘，你一定爱净化，一定爱这点哈。所以现在在讲，得如是者，名为净安尼。这是《顿悟入道》《大智慧海》这《顿悟入道要闻论》来讲安尼。那么得净之时哦。譬如说我今天晚年已经放下放下了，你说不得作正相，你不要常想这样，我今天这晚年已经放下了，这样叫做无情，情而无情，你听好，晚年已经放下了，我就没贪着世间的五尘，我内心也不会去妄想，这样就叫做情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绝对不能想说我已经会当放下了，万缘放下下，这句话叫做得净之时不得作正相，安尼叫做无净，净而无净。哈、哦，得处无净之时，亦不得作我已经无净的相。心经内底讲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安尼。譬如讲，今日咱都有这个水准啦，安尼就免将这个水准定心到心来，安尼就对，安尼叫做啥？正名无无正安尼，哈、哦，安尼啦，安尼把书读起来，安尼就较看有。啊，那无你干那一句无正无无正，哦，安尼变哪讲？所以即马即句话吼，就讲咱今日由凡夫位要爬起咧个圣位吼，即、這个当然是不念色声香，即、這个是重点的起点，哈、哦，即、這个是起点嘛。你若是有想，会搁在做，为着即个啦吼，作业安尼哈。好，来看一张补充教材。现在这个是讲入真正的禅定，哈，禅定。现在吼，因为一般拢有去打坐啦，吼，啊打坐，拢也无研究彻底啊，就要打坐。因为现在这个是要讲水准，如来佛陀的愿者，叫做法王愿者啊，愿请。就是讲上水上
上上最上的水准，迄个坐安尼。所以即句燕子哈，就是燕寝。那么也就是燕子安息上定的意思。哦，这名相无同，但是微末结经地主品内底有这段。夏利佛伫树啊卡结坐安尼，差不多一般。咱他妈讲迄个二乘的坐法，二乘的坐法，他妈是不是有讲到？有印象有无？有无？唔是二乘的坐法，但是夏利佛是二乘的坐法。哦，伫树啊卡结坐，因那香盘安尼打香盘，啊，就伫遐开始。给行我迄个心念安尼，但是维摩诘大师向舍利弗讲：喂，舍利弗，唔是安尼坐，他叫做宴坐。安尼怎样？伊讲宴坐者不有三界现身哩，就是讲唔是伫三界中，互人看讲你的身躯伫倒一只个坐，啊，你给行我梦想安尼，这个就讲安尼哈，唔是安尼。哈、哦，他叫做不有三界现身类，确实济哦。啊、哦，第二不起灭定，而现诸为义，因为济有济相，注重济相哈。伊即马甲讲，唔是起灭定，即个灭定讲灭受相定，就讲、是、我要灭受想，何以迄个受甲想安尼消毒？吼、哦，啊！你坐伫啊，坐甲真好看，吼、哦，安尼较叫做宴坐哈。因为坐的人一定爱坐甲真好看，譬如讲身躯爱端正，头壳袂使翘翘，下海袂使翘翘，一定爱收缩。啊，目睭一定爱看低。当然，迄个坐是有真危机上，这是无唔对。啊、哦，啊，即马阁一点哦，不舍得法，而现凡夫事，安尼较叫做宴坐、哦。啊、哦，即马我等下解，内不心不主内，也不主外，是为厌者。无主见不动而修三十七道品，是为厌者。搁再来，不断烦恼而入涅槃，是为厌者。哈、哦，若能如是作者，佛所应可。所以即马甲破。这个维摩诘大师甲破舍利弗的坐法安尼，哦，甲破舍利弗的坐法，所以即马来哈，即马来我即马甲解，即、这个下面我解，就这段就是伫迄个维摩诘经，维摩诘经的迄个头前迄、那个地主品人安尼，啊、哦，那么一般修禅定者，拢上卡团契结卡负责，啊、哦。但是目的是要止息妄念，不过舍利弗原来是安尼，伫树啊卡就打坐。但是真拄好，拄啊有个维摩诘大师，啊、哦，大师甲向舍利弗讲，这唔是佛陀所引准的坐法。对咧哈，所以即卖的人拢差不多拢安尼。什么是佛陀所引准的坐法？第一，不有三界现身哩，安尼。那么这句话，吼、哦，第一个问题哈，一般打坐是先调心，然后调心摄度妄想。一般打坐的起点是安尼，所以有塑性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二乘以下，啊，那不得凡夫，啊，那不得外道的作为。那么这种执着身心的条件，可以讲非正理，还是不如法的哦。我用这句话来甲解释，因为伊甲伊讲嘛。不如三界现身为受愿者嘛，但是慧能大师在咱头前有讲过，讲迷人造善，一向诸妄，不学诸比丘舍，啊、哦，智慧方便，犹如木屑，没有作用，是为无相。哦哈、哦，这是头前讲，讲一般迷惑的人去坐禅，去打坐了哈，拢干咧要摄度妄想，唔过呢，伊拢无要学迄、那个。诸比丘舍，拢无要学安尼。一般坐禅的人，二乘啦，二乘差不多拢安尼，无要学诸比丘舍。啊、哦，
这个诸比虚舍的是无量心哈，啊，啊那树立是布施，布施爱义利行动事嘛哈，啊这个是树无量心，伊讲无要学诸比虚舍，等个来救度众生，啊无要学智慧方便，等个来为众生说法，啊，所以拢亲像洗茶头，迄木桶洗茶头。啊，甲迄个石头无作用，安尼即个叫做无相。但是这种的人真真正正，若何你会当行除妄想，你会到无相天安尼？第五百大劫内底袂过来，有那底下去打坐，打坐五百大劫，生命准浪费底下。哈、啊，应家大师正道挂关，绝行无为憾干道人哈，不除妄想，不求真哦。啊，听无？所以有个读梦想的人吼，有个特别讲我要求真道，要来学真道，迄种人，吼，迄个可能有一点啊心思无介正确。但是伊个读梦想的人也无介正，伊讲绝行无为，而干道人，吼，不读梦想不求真，无名是性，无那是福性。伊这句话就讲叫咱开悟。因为无明的实性是空性，佛性嘛是空性啊。哦，伊讲幻化空心，有那是法心；幻化的这个身躯是空心，唔过这个身躯有那叫做法心啊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因缘合体。啊，事实你若究竟甲彻底了解，这个因缘合体是不生不灭的。生灭是假，啊，你去体会，体会这个假。这个是业识所变的，吼、哦！伊这句是讲，下面这两句是叫咱去体会，迄、那个无明实性，那是佛性；那么幻化空性，那是法性。所以，伊叫咱注意，重要是开悟这个，吼、哦！这个是应家大师讲的。那么，这方便是用来记录来，得讲菩提者不可以心定，啊、哦，不心无相果，唔是用心去得到啥物。因为咱人的这个心本来是缘起相，是本来无相，不可以心得，因为心事实也是无相，所以不是心得，也不是心得。因此，大师说明如法应者，不无三界现身哩。你绝对袂使伫三界内来的，你看到你的身躯伫遐坐，啊，看到你的心皆含个妄想，即句话就结讲啊，叫咱拄掉这个。不过这种的境界非常高啦，哈，非常高，要注意这点嘛。那么第二句话叫做“不起灭定，而现诸威仪”，因为一般修学禅定的行者，是为着要拄着梦想，啊，加及绿色的活动。绿色是个指啥呢？指咱人的这个五根对五尘。了后去意识的分别了别安尼，差不多拢有，凡夫是拢有这问题，但是要坐的人，差不多要拄着这个，拄着这个梦想、受想以及六识活动。如果会当达观啦吼，即嘛即句话，三界唯心。你若去彻底体会三界，一切法拢是由心所现，那么一切一切呢，无非是。心意识的这个是有差别的，那么其实实相本来无差别，你来当去体会这点，心境无非，哦，心无境，心就是咱人迄个第八性、第七性，啊个第六性，哦，迄个是个之心，境就是讲外尘，应该境无心是一体。因为今仔日众生的这个相分，它变化上的这个各相分。如果你今仔日会当对境净度，应该都无外境，你唔免去行佛，唔免搁再去行佛五尘的种迷境。哦，因为拢总是一体哦，心是希望缘起，那么外境也是希望缘起，应该拢总相像。安尼你都唔免生迄个灭受相定。灭除咱人五根对五尘，甲第六意识的感受，
灭除迄个修，修到各种的妄念，啊，甲起想，所以你就免特别讲我来甲灭除迄个修相，啊，生定的相安尼，之相，吼、哦，安尼才会当符合愿做的实力。那么第三不下道法，而现凡夫俗是安怎讲呢？道法就讲正道之法。那么正道之法是不偏重个人出世。注意，所以一生就是大慈悲道，度无量众生，成就佛道，迄个才叫做一生。所以今仔日这个道法，就是讲无偏正道之法，无偏重个人出世哦。因为偏重个人出世，人佛道无甲承认，讲你是我的弟子啊。哦、所以正道阿罗汉甲辟支佛陀的人，你若无想讲你要做教化菩萨，人佛陀无甲你承认、哦，所以今日就讲无偏重个人，做者行者令正得法空无我。行者是讲指咱大家就对啦，含咱大家，安怎样吼？或者会当正众生同体。就袂贪着定中的善美，因为咱人入定吼，我跟你讲，蛮好的，比什么都好。哦，所以这个叫做有的人伫定中真好啊，真舒畅。啊，即马阵偏重阵，不时的去入定安尼，不时的卡袂着，就找时间要去入定啊。哦，这是结果定中的善美。哦，所以讲今仔日也是讲了解法空无我。众生同体就未贪着定中的善美，也能起大慈悲心，入世化度众生。佛陀叫咱爱做教化菩萨哈，所以出世入世了然无碍，安尼是当地如来自在发心人。道理入世甲出世，我比如讲今仔日在世，在世中间你要来入世，你要来入世，善愿要来入世，但是无其他的曲折。啊，甚至伫世间阁不卖安尼。有一天你时间到，你出世离开这个世间，那么了去对呢？去迄个灵山法会听佛陀说了，一段时间阁随来。佛陀甲你补充一寡更加详尽的，啊，你阁随来，要入世阁来，啊，你爱想讲我要来成道多一个点，你就会当随来遐呢。哦，你譬如讲，有个人讲啊，对一个世界阁无佛法，啊，我需要来。啊！你即马你着去，啊去着伫迄个所在找一个爸母出世，安尼即个叫做入世出世无碍，安尼较叫做啥？得到如来自在化身，即句话着讲不下得话，即个凡夫俗。凡夫俗着讲你含众生打成一片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！着众生食着食，啊要创啥着创啥安尼，含面做那就文殊菩萨哦，伊现出来了哦，去迄个个在家中因处。啊！你敢知？大家怎啊？规定在讲话，在说话，人家准备真好的位要给坐，伊即马阵坐落来涂骹，啊，提在迄个椅仔里，安尼含大家真自然讲话。即马伊即马阵安怎呢？大家唔得甲准备一个地桌啊，伫个，伊即马阵提在地桌啊，含大家讲话安尼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叫做现凡夫俗。啊，若真正菩萨行者吼，不下得话，现凡夫俗就讲。你跟含大众打成一片，啊，变怎样来含面亲近，啊来含面说话呢？这个是较重要哈。慧能大师不讲安尼啦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噶，离世必菩提，犹如九土噶。哦，这都头前讲过啊嘛。啊，你绝对别使讲，我都要离开这个烦扰的世间，你要独善其身，伊讲安尼无道理，唔是安尼啦哈，唔是安尼。那安尼你讲会当得到菩提哈？那像你伫土下要甲找一个角，安相像？土下是无角哦。啊，你伫土下硬要甲找角，多亲像讲你离世要离，你伫这个世间你要离世，啊，你要求得菩提的角，伊讲无可能，一定爱含世间人智慧，吼、哦。安尼，这个是讲安尼。那么《宝积经》，咱在读《宝积经》吼，还是读《释满经》？读宝积经吼，对，安尼这段你就印象啊哈。佛处伽舍菩萨有数尽菩萨，何为为数令信解空亦信业报哦？第一切法无有我我，而无众生起大悲心，
深奥涅槃自由生死。这么来哈，所作行识，皆为众生，不求果报。恰恰是为四种真实菩萨福德，不舍凡夫世间事，就是真愿做安尼哈。那么这段咱简单讲一下哈，因为那段内底佛陀有叫一句恰恰，讲因为那段这本《般若经》的文哈，是以佛陀做主，啊恰恰配合的，所以伊叫做讲菩萨有四种的法义落实，佮叫做真实的菩萨。什么叫做是会当信解一切法皆空？第二，有那信解业报。那么知影一切法并无有一个我的事实，但是一定要对众生起大慈悲心。大慈悲心要创啊，就是爱甲救拔，救拔好离苦得乐。深奥涅槃，但是你爱。欢喜哦，欢喜！我要不生不灭，不过有那爱留在生死中自由行事。在这个生死轮回中，通来救度众生。但是救度众生，你所有的行事，拢总是为众生的，你无要求果报。那像今日迄地文化人讲，你一定要对佛事布施，但是你卖伫佛事那边。你莫心来去讲，我有布施，就是要得福报，莫安尼。这句话有哪含菩萨呀？所作行事，皆为众生，不求果报。唔免去想遐哈。当然，我唔知恁的心境安怎啦哈。那有安尼的问题，应该放弃，因为执着有忧劳。但是福报真必定对了，哈。所以这个叫叫做恰恰这四种真实的菩萨福德哦。这四种才是真实的菩萨福德。就是灵性解空，灵性业报，业性业报，第一切法无有我我，而无众生起大慈悲心，深奥涅槃自由生死，所作行识皆为众生，不是要为家己啊。所以我即马讲一句，讲一句啥呢？讲一句，你若要为大众吼，事实讲你并无损失啊，因为菩萨的为你啊，天地为你啊。啊！你若处处拢要有家己，就你家己去顾你家己啊嘛。啊！你家己顾敢好顾，歹顾，因为你有业报啊，对不对呢？业报现前吼，我甲你讲，你无要接受，也得爱接受，我无骗你。啊！你若是讲一切不要紧，我安怎都不要紧，我要来为众生做代志。注意，你无吃亏，你绝对无吃亏，因为一切菩萨都放光给你。就给你加上智慧，你哪有吃亏？啊，你若是求家己，我跟你讲哦，龙天护法都无要顾你，你问题叮叮当当，我无骗你。来哈，第四条，心不自累。想到讲，心不自累，也不自挂，禅定行和梦想心是有所作，也是无唔对。但是心若自累，就是有我稳，然后。起心静坐，有那是我稳的念头，看有无？你为着我，为着个人啊，起心念头，因你静坐的感受，我他们都讲过啊。这段啥呢？这段禅味中的禅味，你有执着，这是为着你的好的感受啊。安尼我那我稳心嘛，起心静坐，有那是我稳的。出定后，含六尘相触了，一个生六色啊嘞。想看卖啊，静坐是感受，但是出定了后，也是个另外一种的感受。迄种种含我稳无离开，但是我稳是空哦，六尘轮啊空哦，爱注意这点啊。六色一空，六色就是啥呢？咱心对定境所生起来，而且想念、感受，迄个叫做六色哈。那么这个微色啊，为之相分变见分，所以大乘行者的这个菩萨了知经典诸法之性本空，知影心思动念是不相关啦，所以因此大师说心不足的也不足挂，卖执着。今仔日咱对诸相之相，
咱头先讲过，无起妄想，内心无起妄想，阿无受着经常来引起着这内心，所以进来底个讲，心不足的也不足啊。真真正正个这人，你对六尘经常，哈、啊，就是卖去感受中起心念，这款的这款的这吼，才是真真正正大乘，哈、啊。所以这个下面就引起着这大涅槃经。如来是相法，不变于法，无为之法。安怎无？绝对不是有为的。你心住的住啊，这个叫做真正的常常做，不是啊？哈、哦！大方等如来藏经那讲，一切众生的贪欲，尽为无始的烦恼中。事实无恼如来，地如来眼，如来心，以本心的结起负责啊！哈、哦，感染不动，有如来藏相无。无念哦，德相比较如我无为。伊讲众生的如来眼、如来心、如来地吼，含咱世尊完全无两款安尼。所以咱即马有这段经义会当在如来中，吼，唔是在心中，啊，我那伫心外、心内，吼，又是如来心，结交负责动也不动啦。所以你免加一个讲自内自外，而即个我问心的现象。不用再加這樣，因為這是結果上上成座這樣、哦、要注意，所以那個座、哦、不如你斷掉一切心欲煩惱，不要有一個起心動念。那麼第五就說無自見不動，怎麼叫做自見不動？因為醫生裡面跟我們說修三十七道品、哦、因為這個見字就是我見思如心、哦，也就是三十七道品，虽然是无上解脱之推，因为今仔日那是以以前来个讲吼，是爱修四体法，十二缘起，啊加三十七道品哦，所以这个才是以以前来个讲，吼、哦，虽然是无上解脱之推是因缘所生，吼、哦，但是如果那无众生的这个未歇、未执着业不得的，免讲八正道了，七觉知。五力五根顶道品嘛，这几条加起来是不是三十七道品的这个内容？佛陀当面公开啊，就是因为众生的未接，今仔佛陀较着讲这嘛。但是今仔是以二性的性质境界吼来甲讲，是照讲是非修不可啦哈。哦，非修不可，迄、那个三十七道品内底八性道、七觉知、五根、五力。数念处、数正勤、甲数如意足啦，安尼拢总加起来三十七道品。但是今仔日若是以以前都初初，你要断除烦恼是爱安尼啦。这个就是当时吼，迄个舍利弗的愿者吼，伊差不多伫这个关头呢，无破歇吼。所以今仔日呢，难免会注重哦。过程中是不是如法？是不是拄起到这个五界贪欲？哦，啊，甲情欲啦、睡眠啦、吊会啦、疑法等等，这个叫做五界。哦，所以不拄者心如何得定？这个、我是该讲，在咱凡夫人是应该按照三十七道品。哦，所以这句话就讲，自见不得空，你见哪见？见得空。你个人的心思动念，迄、那个见叫做你个人的思如心，哦，迄、那个脉动。但是实在去修三十七道品，唔是底下坐啦哈，这个是讲唔是底下坐。哦，我即个话来，等讲心如莲客经讲，菩萨摩诃萨欲得圣法，应证如来宗。所以今仔日那是以二性来个讲吼，唔是坐为主啦。就是修三十七道品为主安尼，即个是去讲安尼啊，较会当予咱的含佛陀当顶的即个发心的即个如来藏，会当达到真正安尼，真正清净哦。你今仔日若无修八圣道啦吼，第一你无正见，你若无正见就无正思维，所以即个要对对来呢，当然你今仔爱了解。迄、那个佛陀跟咱讲，这个正见到底是指啥？吼、哦，啊，你得达到自然的定，不是底下坐的定，搁再修七觉知，啊，五根五力才内容，彻底落去
修三十七道品，安尼才是实证。哦，所以即马甲讲安尼，迄、那个摩诃萨欲得圣法，应该要净如来宗。就是如来宗这个业识如何去断尽一切业识烦恼中内底的这个贪嗔痴，哦，你得调节方向来行，哦，清净应净如来宗，宗释之名呢，哦，到底是什么？所以这个在微识内底，咱不断的去提起安尼。所以我有甲注意讲过吼，迄、那个别法，别法啦，八识规矩上吼，你若要入微识。一定要顺这个路去先行，这条路先行入去。咱人的内心是安怎较有八种的心，啊，是安怎如来宗另外一个名叫做烦恼宗，也叫做阿赖耶识。吼、哦，啊，佛陀为什么叫做清净宗？为什么叫做光明宗？为什么叫做法身宗？佛陀的哦，为什么佛陀叫做出地如来？啊，咱凡夫为什么称作烦恼宗？为什么称作在地如来？这点的问题哦，你去体会清楚。那么这问题呢，是要会当了解你对本法就非常先看起了后，即马你一定爱看迄个大乘起信论。哎，今仔有摕一卷来嘛吼？哦，大乘起信论即马拢有针对这问题来去讲，内底有好合适，有生灭甲不生灭，这内容拢讲到真。生灭是个自业性，不生灭是个自如来宗。哦，如来宗是自然地、无私地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光明宗内底是智慧自然会发扬出来。那么你就爱面对这问题，拢爱去体会，安尼这个问题。啊，今日咱凡夫轮回主体是啥物？是烦恼宗在业性。啊，里边那是净土，吼、哦，这拢总结讲。所以以前嘛，他讲大慧若无如来宗，名宗释者。即无生灭，就是迄个无如来宗海宗释，宗释就海业识生死，较有生生死死啦。啊，那是如来宗无迄个宗释的话，安尼就无生灭啦。所以我甲诸位讲过，修行的重点是净化。咱人的第八识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你那是业识正住净土，那么你唔免烦恼，你会搁再生生死死。哦，这不是给甲诸位提起的。因为迄个是烦恼中的原因，哦，所以这条，所以大乘菩萨法眼啊，智慧哦，伫咧哈，那么一旦了达诸见，而且诸念是以因缘生，因为这是个讲无诸见不动，哈、哦，大乘菩萨的法眼智呐，智慧呐，可以一旦了达诸见，一切你的看法、甲你的想念、的梦想心，拢总是因缘甲你生出来，以因缘生。所以你即马想想讲，你今日起心动念，一个念什么话？迄梦想心是个想什么？心袂当安歇，袂当安息，是为着什么袂当安息？是个想什么？是不是含世间的这问题有相像？其实是个念世间的五尘，哦，问题拢出伫遮。所以今日你来当彻底了了解，一切念是依缘生，五蕴缘生，那么心念未空。三十七道品以众生的心而说的，所以发性有那空的，哦，要注意这点。你等这张单去看，可以当补充怎样？那么地了不断烦恼，日入涅槃，哦，从大乘至大乘境界来讲，照讲是烦恼亦菩提，因为烦恼是空，哦，咱人的这个业识中的这个相分哈。有根本烦恼甲基业烦恼，这个应该以内心内底是空。不过咱人的菩提有哪叫做空？安尼烦恼是不是空？想看卖啊，这种一定要思维。所以生死确确实实本来无生死，所以生死有哪是涅槃。所以真内底讲烦恼生死同体性空，性空即是涅槃。去体会看卖哈，所以今仔日无拄着烦恼，唔免讲拄着烦恼而求涅槃，即个去体会出来，开灯觉证。所以即个弥勒上仙经有讲安尼：阿耶多故凡夫心，但是不断诸恼，不修禅定。恁遐无我这段念的就好哈。不断烦恼，但是佛陀甲讲，即个人会成佛，
其实罪性本空，空性是无所谓生死，烦恼涅槃菩提。空性内底无再分别，因为在名字上是佛陀，而这个对待法跟咱是说明的，应该法来解空，咱人的本心会空，哦。所以即句第六条不断烦恼而入涅槃，哦。所以这个应该讲，这个是叫做法王的水准，就是大乘佛陀的水准。这个就是因为舍利弗的二乘水准，但是这个维摩诘大师的慈悲。该破伊，迄、那个心落三界内，心起念要打坐，要净化，所以这个各文物嘅大师要改，何以入这个大乘起来？所以他改讲这六条，弥勒尊好，好。